Okay, thank you.在2021年的某一天，我们来到了 Badaling Street 的雷锋茶餐室吃早餐。OK， 其实还蛮多人的。我叫了一碗牛肉濑粉，这个肉有一点咬不到。OK， 喝个发茶。然后我们就去 Mid Valley 的家饰展览看手法。然后我们去 The Gardens Mall 为了买个礼物给妈咪 ，surprise 妈咪。然后我们口渴了，来买霸王茶姬吧。Okay, thank you.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秘鲁，然后我吃的麻辣香锅里面的布拉的锅，那我觉得布拉的都很好吃，真的很喜欢。然后又再是2021年的某一天，我们来到这里，它有很多间档口的，只是每一间不是每一间都有开。我们叫了一碗芝麻糊。其实吃完这餐，我们就要去露营了。我们去达曼伊戈林巴 Commonwealth Rawang。好喝吗？香香圆的那种。耶、我们现在去这喽。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入口。OK， 我们从这里转进去。超近到吗？超近到。这里露营啊。OK，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security bond， 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下给 parking fees。OK， 好的，好的。Loringan， yeah. Yes, sekali ke apa? Sekali aja. Nanti saya keluar pergi beli barang. Okay, beres. Boleh tak? Tunjuk sini lah. Pagi pukul 9 malam, bos. Ah, okay. Be careful, eh. Thank you.走下去看看 ，Let's go。OK， 我们现在走下来了，给你们看一下，大概他们的露营是怎样子的。这边这些车放在这边了，这边就有一个草坪。放在哪里？先搬什么东西过去？搬那个 glass。Yeah. 对。拿相机。爬进去了，相机 YouTuber things OK。哦，你看，你看，切块白给给的。哦。这里发财的番茄吗？哦。都落这样子了，没问题的。那边啊，那边打开了吗？红豆那边，那个呢？那个树那边啊。嗯。哇，很美耶，倒影。Okay, 我们搭了整个四季的帐篷和天幕，搭好了。我们现在开那个门给它通风，开到吗 ？Yes。露营的这台。啊。不懂这里有线没有？很多线呢。我们呢就终于搭好了三个 cam， 三个 ten。哇，今天天气不是天气，今天天空超漂亮的。
们现在吃炒饭，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睡在帐篷里面的视角是怎样的。就是看着那个灯，看去左边，那边是 office， 然后右手边那边是草地，一大片草地。来，现在时间是6:20，然后我们要，他刚起来，然后我们要吃火锅番茄汤。不要瞪我。